明星追星到底有多疯狂。邓伦看到戴着面具的张韶涵，表情管理一秒失控。韩千金，哎，韩千金有可能是啊，张韶涵啊。出现海的天边，人们世界在没有原因的夜，我看见你们幸福的光的夜，在下我的世界里面是你，人们认真吃高飞，灵魂在交换，穿着不了陌生熟悉的歌谣。邓伦怎么了？邓伦干嘛干嘛？哦，是队长，队长淡定啊，淡定啊，队长，队长。李光洙成功追星 Angelababy， 这场面也太好笑了吧。야화좀내지마라안젤라진짜안젤라씨한번봐야지 I'm your big fan 漂亮极了漂亮漂亮极了같이응원하자고다행하지다행하지다행하지而我们的 baby 见到偶像权志龙，更是不可置信到在舞台直接尖叫。学他的动作，你这样，你冲着观众学一个，让我们看看。对，哎 ，baby， 哎，你觉得？你觉得他？baby， 他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看着他？看着他，看着他。不敢。我觉得让他们对视一下，好不好？试一下，好不好 ？Two, three， 开始。节目中见到女神邱淑贞，小疯子也秒变害羞大男孩。我是金喜秋。我今年30岁，我家有四口了，有爸爸妈妈吗？啊！我说金希澈，你日常可不会这么语无伦次吧？王嘉尔见到喜欢的杨子，拿起一元手幅秒变谜底。那我问一下，这是什么？我能问一下这是什么？全心全意，啊，只因有你啊！而且这个全心全意，只因有你。哇哇！看来明星追星也和我们一样呀。